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你想从那上面一定可以看到大草原。你一直很想去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想看看我爸妈是从哪里来的，那里是属于我的地方。可是，这样子我们就不能见面了。你也可以一起来啊。不行，我不行。嗨，你们两个，一大早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 我们在训练呢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在增强自己的耐力。是没错，不过那么高，你们可要小心点哦。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到大草原去啊？哈克说他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呢？你有什么别的事吗？我想去看看我出生的地方长青森林。这么说，你们要离开我们喽？只是离开一阵子而已。 我们要学习更坚强，还有更成熟呢。对了，你跑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来传消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啊？对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没什么事情啊，这个消息跟你们没关系。那是谁的事呢？肖哥，是老鹰王传话给他，我当他们的传话人好多年了。这么说，老鹰王常常在山顶上飞翔喽。嗯，哇哦，好想跟他聊一聊，一定很酷。对呀，我们快走。 走！快走！啊，哈克，啊，一定不会有人消息的，好奇怪哦。 要有耐力，记得吗？你看，有个洞哎！妈！妈！走，阿哥！ 辛巴，太远了耶！拜托哈哥，你的冒险精神跑到哪里去了？那算什么冒险？太疯狂了啦！你不能去，辛巴，不行啦，辛巴！辛巴，我没事。 辛巴，不要了，回来。
吧。你为什么不听话一定要叫吗？你快点去告诉他你在这里吧。华哥，嗯，华哥，我没事了。你是不是鬼啊？是我啦，我没有掉下去啊。我还以为你死掉了呢。我还以为你掉到水里了。有人救了我，是老鹰王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谢谢你救了我朋友的命。我叫做辛巴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们怎么会跑到我的领土来呢？是不是迷路了？我想到大草原去。真的啊？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，所以想回到我们出生的地方去看看。你曾经去过大草原或是长青森林吗？当然有了，长青森林就在那边。在还没有当上大王之前，我在那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那个地方真美。我好想去看看哦。请问你还去过大草原吗，陛下？我当然去过了，老鹰的双眼让我能够一览无遗。哇哦，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？我好想去看看哦。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我们可以带着你们到一个可以眺望好几百里的地方。哦，还有谁啊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们用不着怕。不过要到那个地方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翅膀。辛巴，我可以带你，哈克就跟着灰鹰好了。我们将带你们到一个很少人去过的地方。哦，好棒哦。辛巴，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就是大草原了。你爸爸呢，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。你爸爸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者。为什么他要离开大草原搬到丛林里去呢？难道他不喜欢这里？不，他爱他的领土，在他睿智的统治之下，这里越来越繁荣了。辛巴，再来一次。你老大，我肚子好饿呀。是大王不让我们在这里打猎，我一定要给他点教训。天气好热，真想喝水。他离开了，快点！
走。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于是你爸爸离开了大草原，去找夏丽凯报仇。我知道夏丽凯背叛了我爸爸。现在没事了，辛巴，没有人会让夏丽凯接近你身边的。我以前不知道爸爸是怎么死的。我终于找到你们了，辛巴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哭啊？受伤了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？是啊，欧哥写了信给你。信在哪里？在这儿，是有关辛巴跟哈克的事情。什么？他说辛巴跟哈克已经让北斗七星烙下了标记了，一位将成为大草原的王者，另一位则将统治长青森林。哦，北斗七星。让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一项荣誉呢。我们的星星标记你也知道？当然了。回音啊，向未来的大草原之王还有长青森林之王致上我们的敬意吧。可是我们的年纪都还很小。哎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老鹰会这样子。哎，我们都是你的子民，婚姻跟我非常乐意为你服务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带你回到你出生的地方。不，在夏丽凯还没有受到处罚之前，我不能离开。无论如何，他都别想除掉我跟辛巴。是的，他一直很想成王。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上忙的话，请让我们知道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请你帮忙吗？是啊，我对身上有星星标记的朋友更不能够坐视不管了。好。我们得回去了，免得朋友们会担心。好吧，让我们送你们回去，这样可以比较快回到家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们还是自己回去。是啊，我们应该多运动了。谢谢你们，陛下。他们一定会是很好的王者。再见了，小朋友。什么？老鹰说要带他们到他们的领土去。是啊，老鹰王说要带他们到领土去。哇，这真是太可怕了，我真是不敢相信啊。是啊，他们怎么可以不告而别呢？我们一直以为他们两个永远不会离开这里。哎，如果他们真的走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辛巴跟哈克离开我们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想回到自己的领土。这是不可能的，他们不会这样不告而别。他说的对，他们不会这样子的。先等一下，他们好像回来了。你也好棒。
诉你没有离开我们。大草原。辛巴，辛巴，没事了，辛巴，没事了，你做了一个噩梦而已，没事的。我飞越过大草原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我看还是由我帮着你用自己的力量到大草原去看一看。真的，巴格拉？是的，我还知道一条近路呢。来吧，辛巴。那哈克呢？让他睡吧，他未来不会到大草原去的。可是我们一直在一起训练的，今天就你自己行动。我不知道哎。辛巴走了。辛巴快啊，爬上来，我们快要到那条近路了。巴格拉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怎么了？把我当成夏利凯，辛巴，过来追我，快！没错，快来呀！不要以为自己太小了，快来，快来追我，来呀！快起来，狼骨头，我们该走了。辛巴跟巴格拉已经出去训练了。快来，我来教你怎么样保护自己啊。你看到那个树干了没有？你就假装他是夏利凯或者是猎人，好不好？嗯。现在试着去攻击他。对了，豪克，你要用点力气才行啊！再试试的。对了，现在好多了，多拿出一点森林之王的勇气来，使出全身的力气。加油啊，豪克，用力啊！快跳啊！你可以做得到的。一定要跳过才能够走那条近路。这里难道没有其他的路吗？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王者。我知道你一定做得到。好，假装夏利凯就在那一头。恭喜你了！耶！我成功了，我终于把他打倒了耶！耶！可以了吧？是啊，可以了。巴格拉，你还没告诉我们那条近路在哪里。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。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统治领土呢？让自己更坚强，更有勇气啊。是没有捷径的。对啊，凡事都没有捷径的。你们两个学得还真快啊。
辛巴跟哈克今天学习到，不论是知识或是勇气，都是没有捷径的。为了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为好王者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知识还有勇气。请别忘了继续加入他们接受训练的冒险之旅哦。